因为捷运的部分，花莲车站发生7:2大地震了后，造成新北捷运的宽总线出现铁轨路凸起等等受损的情形，而且把全线停驶。第一阶段邦桥到新北产业园区这段，车站下晡恢复双向通行。因为第二阶段中和到大坪那这段，经过交通局、捷运局还有捷运公司确认了后，火车站也就是今仔日早起11:00会恢复营运。经检测，目前一切是安全无虞。那这当中，从中和到大坪林站，以及我们在第一阶段从板桥到新北产业园区站，这里面跨及7个转运站，从中和到大坪林站，今天早上11:00就可以开始营运。那这个开车站开始营运以后，那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，我们的整个营运量就可以恢复到7成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宽总线视察大坪林到中和通车的情形。在地震了后的这几天，相关单位经过检修和会勘，确定系统正常，所有安全的项目都无问题，所以初一早起11:00会恢复营运。目前宽总线的运量恢复差不多70%。希望会当降低对上下班通勤交通的影响。遐那第三阶段，邦桥到中和这段，会持续由专家和学者来检查，但确定安全无问题了后，才阁恢复通车。而且接驳的公车，也会阁服务一段时间。